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科技公园，我是拉拉。好孩子都是别人家的，好爸爸也都是别人家的。美国大叔 Brian Farron 给他的女儿 Kira 造了一辆超级高科技、超级酷炫的房车。Brian 一直梦想着带着老婆和女儿一起驾车环球旅行，于是他花费5年时间打造了一辆房车，并以女儿的名字命名为 Kira Van。他以奔驰 Unimog 房车为基础进行改造，采用直列六缸涡轮增压柴油发电机，在动力方面有260马力，扭力 948.43 牛米，前后有6个轮子驱动，加满油可以续航3000公里。它不仅可以爬山涉水，而且即使倾斜45度也不会翻车，安全性能十足。它的驾驶舱采用4门复合材料，密密麻麻的显示器和按钮、防弹玻璃等被蓝色的氛围灯衬托出满满的科技感。光是卫星定位系统，它就安装美国 GPS、 俄罗斯 GLONASS、 欧洲 Galileo 和中国北斗卫星4种，不管是深深的峡谷还是热带雨林都可以顺畅的定位。车内的有线无线网络更是快到飞起。这辆房车不光车很牛，房也很牛。它使用铰接的5轮越野拖车，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、客厅一应俱全。在卧室上面还专门为女儿设计了一个可伸缩的帐篷，看着女儿在车里爬上爬下，估计不然会很开心吧。最惊喜的是车尾还悬挂着一辆越野摩托车，开车开累了还可以骑摩托车纵横驰骋一下。你觉得这位美国爸爸给女儿造的房车怎么样？你的爸爸又给过你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本视频元素源自 Kira Van， 由科技公园剪辑配音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